卫福部中华病院50岁了，50周年庆祝系列活动由艺术回顾展拍头阵，12月15日公园来举办一个庆祝大会加爱心晚游会。庆祝中华病院50年疫情，中华病院院长亲自登台表演音乐。除了院长的萨克斯风表演以外，也有专业的音乐团体现场演奏。中华病院院长表示，回顾这50年，中华病院对形成到萧条、沉寂再起，走到今仔日实在是无简单。回顾来时路，必须爱反省，嘛爱感恩。今仔日举行回顾展，希望民众甲病院做伙迎向后一个50年。我们彰化院在34年在我们彰化市，16年在我们的埔心乡。那么50年过去了，我们从以前的蒸汽的火车走到了自强号，到了高铁，将来以后的50年，彰化医院要用飞机式的突飞猛进。谢谢。那这50年院庆这几天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活动？50年里面就除了我们的院史回顾展以及音乐会之外，我们在12月15日，我们有一系列的庆祝大会还有研究会。谢文华指出，50周年疫情除了回顾展以外，院方加中华管农会做会举办休闲健康农在一起的庆祝大会以及晚游会，现场嘛有几位单位所得将作为社救基金。大专新闻张世良报新采访报道。